How are you, Neil? I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write a very strong letter to the train company. It took 4 hours to get to work today. I know, it took me ages yesterday as well. Well, it's a good thing we're looking at complaining in today's programme. Whether you're making a complaint or you're dealing with an unhappy customer, we'll be looking at useful language and also some do's and don'ts. But firs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eifei. Go on then.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ore people complain about? Is it transport or shopping? Based on what we've just talked about, I'd go for transport. Well, according to the UK website howtocomplain.com, almost 17% of customer complaints in the UK are about transport and travel, compared with shopping and retail sector, which receives about 25% of complaints. So, Feifei, you were absolutely wrong about that one, I'm afraid. That can't be true. Now, if you want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in English, it always helps to know the right thing to say. Maggie 老师好，李杰老师您好，好久不见。对啊，好久不见，大家非常怀念你的声音。你确定吗？没错哦。干嘛？今天礼拜的 Maggie 的，我们今天要来去英国啦。英国地图还有英国的国旗就在处在这了哈。是的。英国有哪些地方？有就苏格兰啊、爱尔兰啊、英格兰啊，还有 Wales 这些地方。反正我们之前谈到过，读音就不一样了。是的。那今天来把英国跟美国好好聊清楚。是的，好，有哪些读音呢？比如说以 R 这个字来说呢，美国人非常喜欢卷。OK， 越卷越好。是的，没错。好，那要示范一下下吗？当然了，义不容辞。好，好，第一个字念 girl， 就是很卷啊，是的，听就听得出来啊。是啊，那右边那个字呢？就由您来示范喽。问第二的希望了哈 ，girl。好做作，对哦，好，头还要往下放一下。那我们还是请字典先生、字典小姐帮我们正确的示范一次好了。好，来喽 ，girl， girl， hard， hard， clerk， clock。好，那我们到第二张投影片一样也是这个 R 的读音，是的，只不过我们把它放在了它的字尾，字尾了哈。对，像第一个字的尾巴一样，它会念成有二的声音，比如说第一个念成 another 就是很卷了哈。是的，那旁边这个字尽量把 R 收掉，是 another 这样就好了。是的，好，反正不管如何哈，像不像三分样？嗯，好，请字典小姐、字典先生帮我们读看好了 ，another。Actor, actor. More, more. 好，这张投影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读音叫做，所以有时候两个 t 放在一起反而特别难念。是的，就错几丢会尴尬。什么错几丢？对，就错几丢啦，就吓了一跳。还在想你在讲什么话、欸？吓一跳，错几丢。好，左边那个字我们会念成，左边这个字会念成 reader， 就是两个读音连在一块，非常漂亮，很快的把它带过去的。好，那我们再示范一次 ，Maggie 老师。这个字嘛，一样，对对对，老美念的嘛，对对对。好，这个字 reader， 嘿丢哈，又老又美，有没有哈？重点不在美，重点在老。那旁边老音的，麻烦你试试看。他你讲哈，来旁边这个字叫 written， 就硬要念出来了。是的，嘿丢。好，那我们请字典小姐先生帮我们念念看，同学可以跟着读读。看 written, written, certain, certain. 好，那这张投影片里面还是跟这个的还有 t 有发音的关系。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字来。他们会习惯性把那个 t 念成有点的的声音在里面。比如说第一个 notice。Notice, OK， 就是很快的念过去了。是的，那英国人就故意要把它念出来。对，好 ，Notice， 哎呀，我的妈，悲啊，今后天啊。那第二行呢？水这个字，这个字会念成 Water。其实大部分的台湾学生都听到老美的声音比较多，就是的 ，Maggie 老师漂亮的示范了哈。感谢你啊！哎呀，过来几个，我来 Water， 嘿丢了。那英国人右边那个字就习惯念成 Water。
R 也不见了，车这个字特别好听，没有 water 哦。嗯，唐安利贡，我们看一下字典先生、字典小姐怎么读 ？Notice, notice, water, water。好，那我们再度回到这个投影片里面的第三行哈，有关什么东西？老美习惯把两个字打在一块，是的，然后这个字就会念成 what about。OK， 就是连在一起哈。对，啊，那够几盖 ？What about？ 好，那右边英国人就会说 What about？ 好，就故意把两个都读得很重。是的，感觉好像你要骂什么话的感觉。骂脏话。对哦，好，左下角那个字呢 ？Sort of。对，老美就是很习惯连在一起。那不然呢？对啊，这老美实在是很懒惰。超好听的。对对对，啊，右边那个字呢？英国人喜欢念 sort of， 好，就也漂亮了哈。也是啊。不，嗯。这暂停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这个投影片。是的，魏同学找了很多的资料，嗯，那不见得是只有读音而已，而且这边的几个字呢，大家可以稍微聊一聊，发音也不太一样、啊。对，第一个字维他命，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这个是叫 vitamin， vitamin 是不是？那英国人会念成 vitamin。OK， 那像我们就比较怂，就是维他命，维他命。维他命，你婆婆不是有说我老公跑去打什么？哦、对我婆婆会把那个高尔夫念成我老公去打高尔夫啊，是不是？他去打高尔夫，对，维他命也不错了哈。老师这样，全省同学都听到了，很糟糕哎、欸。没关系啊，快离婚吧。喂，啊，第二个字叫什么？我们习惯性念会念成这个字叫 tomato。tomato， 对、哦，那英国人会故意强调一下了，是会念 tomato。是的，那我们来请字典先生小姐帮我们念。念看吧。对哦。Vitamin. Vitamin. Tomato. Tomato. Schedule. Schedule. Thorough. Thorough. 好，那 Meg 老师，嗯，问你一件事，你喜欢当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我喜欢当台湾人，可以吗？台湾人哦，好，那我跟你说，台湾人念字啊，实在是很奇怪。嘿 no， 对，维他命，高尔夫 ，OK， 那读音也不一样，但是音标还有重音也不同啦。是的，好，那我们请 Meg 老师帮我们念第一行字。这个是广告 ，advertisement。我们都听到是大份，这个读音比较多。对，好，那英国人喜欢把重音放在第二个字那边。是，老师麻烦您了。Moment dear advertisement。哦，好做作，再一次。Hey, advertisement。OK， 好，那完全不一样了哈、嗯，字不同，放句子也不一样了。是的，好吧，大家台湾人，嘿 no， 好好啊，怕病啊，嘿，好，我们请字典先生先帮我们读一下。好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controversy， controversy， mustache， mustache， OK， 下次再见咯，好，拜拜。